像我做这个叫魔鬼炒饭，加入特调拌酱，用汤汁增加炒饭口感，独创魔鬼炒饭享誉亚洲。他是上海米其林二星名厨简杰明，来台坐镇中餐厅。巧的是，简杰明徒弟陈泰荣是米其林三星名厨，在新时还曾说其中一颗星是属于师傅的，在台湾开的也是中餐厅。师徒俩在台湾餐饮界互别苗头，师徒竞争的。不会的，因为说真的，他在台湾拿了四年的三星，他肯定给我优秀了，是不是？虽然他叫我师傅，不过他可能在台湾做的久了。那我这次来台湾呢，我就没跟他讨论过台湾的客人的口味，因为我想把我学的正宗的粤菜把它带到台湾来。因为我现在做粤菜最主要都是小油小盐小糖。 A5 和牛大火快炒，烧汁和牛脯入口即化。简杰明找来师出同门的师傅胡福春以及港籍厨师团队，打造正宗粤菜，像是虾饺、叉烧、花椒螺肉汤、港点流沙包等应有尽有，讲求少油少盐多健康。餐厅地点插旗大直米其林一条街，会这样说是因为乐群三路上已经有四家米其林餐厅，包括江正成的肉就开在简杰明隔壁栋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开始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属于在地这些自己对料理或者说味道的一个喜好，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观点。中餐厅牛排、日本料理到结合台湾食材的法式创意菜，不仅是一条街，未来还有望发展成米其林聚落。主厨们乐见其成，饕客们也乐得有米其林星级餐厅可以一次挤满星星。三立新闻林淑贤、莫想真台北采访报道。